犹豫之下，傅柔还是告诉了李宝林孔雀屏风的秘密。他之前给绣线染了色，只要屏风见了阳光，绣线就会渐渐褪色，显现出下一层的图案，孔雀就动了起来。但这些都逃不过行家的眼睛，现在刺绣不见了，他担心被有心人拿去做文章。李宝林见傅柔把这样的秘密告诉了自己，知道傅柔是真的信任自己，作为回报，他决定把傅柔当作自己真正的姐妹。其实早在傅柔提出雀屏选序时，他就有所准备，今日早就让人把傅柔的那副绣品拿了回来，所以陆琪他们捡到的其实是李宝林绣的普通绣品，所以不管他们怎么查，都查不出任何蹊跷。陆琪对傅柔怀恨在心，第二天趁傅柔出宫时，特意领着梁王去看了傅柔，打算让梁王去接近傅柔，把傅柔毁了。傅柔和盛楚慕出宫游玩时，马海妞找了上来，又闹着要嫁给盛楚慕。傅柔三言两语劝走了马海妞，说盛楚慕最听韩王妃的话，要想做盛楚慕的妻子，就得到韩王妃的同意。马海妞听话的去找了韩王妃，韩王妃说要做国公夫人是很辛苦的，马海妞赶紧说自己不怕辛苦，韩王妃便故意为难马海妞，又是让她学礼仪，又是让她读书学刺绣，马海妞咬着牙苦苦支撑，不肯认输。傅柔刚回宫，得知苏太妃要自己去玉丹阁，便又转身出门了。傅柔刚走，周王的小厮来问傅柔回宫没有，得知傅柔去了玉丹阁，便回去禀报了周王。其实并不是苏太妃叫的傅柔，而是梁王把傅柔叫去，想要轻薄傅柔，傅柔以自己的性命作赌，争取了自己和梁王的对话机会，说如果自己死了，梁王肯定要被遣回封的。梁王有些不解，觉得傅柔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，皇帝不会为了对自己动手。傅柔却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如果梁王对自己动手，那就是挑战了皇帝的底线。梁王假意被傅柔说动，让傅柔离开，但他根本不相信傅柔的那一套说辞，又把傅柔抓了回来。傅柔拼命呼救，盛楚令赶到救下了傅柔，但梁王却说盛楚令是刺客，让宫里侍卫抓住了盛楚令。梁王气急败坏的要对盛楚令下手，反应过来的周王也到了玉丹阁，喝止了周王，又喝退了宫中侍卫，把梁王赶走了。周王交代下去，为了傅柔的名声，让刚刚在场的侍卫都不许把此事声张出去。盛楚令离开之前，傅柔对他耳语了几句。周王有些不放心，亲自把傅柔送了回去。周王之前本不想逼迫傅柔嫁给自己，但经此一事，周王担心梁王会对傅柔下手，便决定求皇帝赐婚。而盛楚慕也听说了此事，第二天也去找了皇帝请求赐婚。盛楚慕来时，周王已经向皇帝提了求娶傅柔。严子方见周王和盛楚慕求婚，便也向皇帝求娶。皇帝正头疼时，梁王又通过太上皇来找皇帝要傅柔，皇帝这下处理不了了，便把此事甩给了皇后。皇后知道此事是个烫手山芋，便称病打发走了几人。盛楚慕和盛楚俊去盘问了梁王身边的人，得知是陆琪挑唆梁王去招惹的傅柔。盛楚慕对陆琪更加仇恨，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决定傅柔的归属。